安安大明星，我旁边有一个小女孩，你现在是一支雨刷吗？你的头一直晃来晃去的原因是什么？很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不是前……我第一次来安安大明星。哦，真的？对啊，你才刚出道几天呢，不是吗？所以我们今天，哎，制作人为什么要笑？我们今天人家虽然才出道几天，可是你听说你是学生女神。啊，怎么好意思？啊，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你这样，就出道以后就只是学生女神就不够。可是你现在呢？就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因为你是一个新朋友，所以我们有想一些方法，想要希望能够那个让今天的新朋友来到安安大明星之后呢，可以变成大家都认识的朋友，这样好不好？好。你看新朋友吧，你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对不对？因为我还没有讲啊，所以他不知道。好，我们今天的安安大明星请来就是那个歌坛新人新雅同学。大家好，我是新雅。然后、这个，你的名字怎么写？康乃馨的馨、哦，然后雅是亚洲的雅。哦，听说你曾经也有一阵子很有名哎，因为你被人家那个韩国的公司相中了去练、当练习生。就是是经纪公司就是、对安排的，然后才有机会到韩国受训。好，对啊，那阵子大家就争相报道你，然后你就回来了。好，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回来了。然后今天那个新、你现在送我礼物的意思吗？对，这是我、啊好开心哦、个人首张单曲。好，就只有一首歌吗？对，只有一首歌叫《点点心》。点点心吗？心就是我新雅的那个心。哦，点点心是一个很好吃的那个餐厅。我知道，我懂。所以这样说，哦，新雅，这个粉红色跟这种都是那种粉粉的颜色，哎，感觉真的很像你。然后我们今天那个给新雅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学生女神要长大，所以有一个女神，女神，女神，我今天被你搞了，毫不标准，女神迈向女神成长之路，我们要让你变成亲民女神。好，这是我们那个制作人大哥一个非常强的想法，所以你跟他说谢谢我爸。谢谢欧巴、哦。这样不行，一个要有甜美的感觉。谢谢欧巴。嗯，好，那这个欧巴没有要把任务递出来，他一整个有头昏的概念，你也知道，才一个、哦，不是有三个吗？三个都一起给他看，这你一个，自己打开看一下。亲民女神，亲民女神跟甜心女神，天哪，我看成他要叫你，这是自拍女神，我看成自由女神，我想说这任务也太强大，对对，小亮是一个火把。亲民女神要做什么？亲自出击，邀请十个同仁到新雅的粉丝团按赞。这真的是个大任务。你粉丝团开几天了？有一阵子了。有一阵子了。我来看一下几个人。不好说。对，不好说。说一下。9300。应该是电脑换掉。才不是。好好好，没关系，我等一下带你去找一个人。他一个人就代表很强大的人。所以他只那个啊，制作人大哥只叫你十个赞而已。我带你去找那个一个人就代表100个赞的那一种。好，可以吗？可以。好，那这个任务我们先收起来。好。然后哎、粉丝团拍一下，快点，人都来了，快点看看拍一下。大家去按赞。我个人没有很会操作笔电呢。哎，这位小姐，你的那个最新的照片是什么？就这样。没有，这个是。下面什么？我还置顶嘞，嘿，最好哦，20张哦，哇塞！好，好，按赞数有点稀里，让我们赶快把它跑过去。你看，哇，第一篇就是安安大明星，天哪，这个按赞数更稀里了。那我们继续把它滑过去。好，希望今天那个高手教你的时候，然后你的粉丝团可以更多人来。目前就是这样啦，好不好？那待会我们就请他帮你那个好好的那个支持一下。好，那我们来看自由女神要说自拍女神，一直讲自由女神。哦，自拍女神，你会自拍吗？会。真假的？会。我很爱自拍。杨丞琳，杨丞琳对你很重要。你记者会上有杨丞琳的卡片呢。对，我直接当场落泪。有有有，那等一下你可以再哭一次。我们等一下有一个东西借你看。好。好，来。杨丞琳来的时候自拍都超有气势，身为丞琳的粉丝要向偶像学习，自拍5张让建安哥鉴定。我跟你说，好，你今天来这个地方算你好运，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媒体的摄影大哥，人家叫他会长。嗯，自拍他最会是不是？没有，他不会自拍，你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不会自拍，他不会自拍，但是他很会拍照。如果你今天可以逼他自拍，我觉得你就当会长好了。好，
好，可以吗？试试看，今天用你甜美的状态加自拍，但是今天你要拜托他直接现场帮你拍，他那个照相机啊，像人家拍那个温布顿网球赛一样的，有一个大炮那么大只，就是无论你站在小巨蛋的任何一个位置，他站在门口，甚至他站在中孝东路上都可以拍到。我乱讲，好，这是一个舞台上的状况。好，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啦。甜心女神要做什么？好，甜心女神 MV 中有用心做蛋糕，连挤奶油都很专业的画面，现场为我们点缀蛋糕，然后送给会帮忙出新闻的大哥大姐吃。你制作人真的对你很好，但是我们没有预算，我们没有蛋糕，我就要去帮你买两个蛋挞，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蛋挞装饰，这样可以吗？可以。好，那这样好的，那我等一下呢，就带你去拜访。那个两个高手，一个帮你成为亲民女神，一个暗赞，一个带你成为自由女神，好，自拍女神，好，让你那个可以好好的那个成为一个强大的女神。好的，在出去之前，你有多带礼物来吗？有，当然要。我想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哦，签好了耶，真的很专业。哇，你还签给彩晨姐，你还知道她是最强大的这边，她也是一个女神。这个最后节目完再跟他学习就 好，因为一开始怕你学太多，忙不完。那这一张你带着，好，等一下我们再去拜访人家。所以没有了，那就把建安哥这张带去转借花献佛。我 OK， 我 OK， 好吧？你可以，好，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好，我们要出发喽。好的。你会紧张吗？很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新雅。那你跟他们讲，你不用跟我讲。我叫新雅。新雅。然后我们等一下出去要先按十个赞，我带你去找那个一个人代表一百个的。好好好。好，但是我先带你看一样杨丞琳的墨宝。杨丞琳之前有来安安大明星，然后留下一个，他留下一个很强大的礼物给我们。好，站起来。好，学生都会把椅子靠上去。我们要去下一个现场，你知道墙上有这么多，有一我叫做梦想版。我等一下也可以。你可以留下一些你的想法，好不好？好。杨丞琳，女神啦！杨丞琳，好，你就是用跟她自拍的状态，对，跟她自拍。这是她写的梦想是什么？鼓励大家的梦想就是坚持自己所想，不放弃，想达到的目标，不后悔下的决定。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哦，那他昨天写给你的卡片写什么？不是昨天啊，我昨天我看到记者会，记者会上，加油，相信自己，你看，你一定是最棒的。是，所以他真的是在鼓励大家的时候的那个理念是一致的，所以人家才会成为这么强大的女王。她已经是天后了。我们先去找十个赞的朋友，一百个赞。我跟你讲，他一个人代表一百个赞。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出来。看到那个地方，你看，今天我们还有两台机器耶，你有看到这么多哥哥姐姐吗？有，一个人坐上一台电脑，就是一个赞的意思。你刚刚不是写给彩晨女神吗？我跟你偷说，她现在用背影跟你看，你看哪一个是背影？这一个。但是我们先不要跟她讲话，好，她在忙，好，等一下再来一趟，我带你去找一百个赞的人。这个人叫做维纳斯，维纳斯，他有点红，他今天红到他今天不想要进现场，他说我要坐在位置上，所以你要拜托他，好，可以吗？好，你有信心吗？他不是很好搞，可以，他脾气不太好，真的。然后他今天素颜，撒娇，撒娇型吗？他今天素颜，他不是很想上镜头，而且他故意的，他说今天有来一个小女神，所以他不想要自己也太好看。所以等一下可以帮他上一点妆，好，但他会拒绝你，好吧？我们要去找维纳斯。你看上去哪一个最像纳斯呢？我好像看到了，你好像看到，对，因为我们整台位置也只有一个而已。好，我们去找纳斯。跟你讲，纳斯很重要。好，纳斯啊，是这里一个很重要的社群的小编。是他一个人呢，就代表大概有100个赞以上的意思。
然后你现在已经走到你旁边，你有感受到这里气场不太一样？对，我感觉有那种光。你念懂纳斯也是个女神的概念，对，但纳斯今天代表一些神层级的小编，你等一下拜托他在你那个9000多个按赞的粉丝专页马上破万，马上。他一个人如果立刻破万的话，我们就会让人家知道他经营太多的社群，所以他先给你一个赞就好了。但是他会慢慢的，你要求他给你日后帮忙多几个赞。好，我说我们去找他了，那你有礼物要给他吗？有，当然。真的耶，那你先送他这张有写我名字的好了，这样可以，他可以接受。天哪，你这样，你今天好，你今天就很随便就收下人家的礼物哎。有点，那刚刚要就是要摆态一下，就是他说，你这什么东西啊？那上面又不是我名字啊，那我不是很开心之类。对，上面是建安哥的。你现在怎样不开心？我的名字，我的名字现在是有点不高兴的意思吗？他是一个新人，那你有什么？你看，你有感受到就是有一种，你有看过人家就是那种媳妇要去相亲啊，然后奉茶，你有看到就像恶婆婆坐在椅子上，然后等你奉茶那种概念吗？但是你有感受到他就是立刻礼物就抢过来，也没有再跟你客气。所以可以下去吗？不用不用，你可以跟他说，你唱两句给他听一下好了。好啊，那要一起跳舞吗？找我吗？好，你怎么好最近你怎么发现你怎么刚刚跟我讲的跟现在不一样？你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他融化，他融化。融化，他们在融化嘞。你先跟他讲一下你那个。好。他，你要拜托他，你现在要跟他讲。现在是你们两个的对话时间，我麦克风借你，这样好不好？那你要问说，你来干嘛？这样就是你要演一下，好，可以吗？把你平常那个气势拿出来。那你要跟他说你要干什么？好。你要诚心诚意的请求他的帮忙。好。好。你真的要一直坐着吗？坐着会比较好，你坐着好了。等一下。所以你要干嘛？好凶！你身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你问人家说，你要干嘛？你要说，你好，你好，稀客稀客啊，今天来到我们这边安南的星啊，那你是三星王，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好歹当个导览。所以一进来就他们凶的说你要干嘛？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重来一下，好，给你一次机会，这次要有礼貌，我们是有礼貌的团队，好不好？是新人新雅吗？是你为什么要高八度？你不能正常的，他不是新小琪，他是新雅，你不需要再唱领悟那种方式来跟他对话，你正常的，你是新雅吗？什么这样就可以，这样可以吗？今天你又没有上妆，你素颜你还要这样子一直在那边抢镜头，这样对吗？稍等一下，所以你的挑战是，我的任务就是要邀请10个同仁，然后帮我的粉丝专页按赞，这样我就可以破关，破第一关。对，然后邀请你，对，因为那个建安哥说你代表10，你一个可以抵100个。对，所以我想说，他太浮夸了。但我们因为我不能接受他在我不在的时候直接透过麦克风说我浮夸，这样是对我的公信一个折损。我们好在安大明星里面现在就是一个单眼的状态，你要说真的建安哥真的是说很正确，我个人代表三星网社群小编，然后我一个人呢就是代表一些公信力的，你要把你自己那种政治标记拿出来，怎么说我浮夸，讲你说我诈骗集团叫人家来这个地方骗一个赞。我跟你讲，你要好好教他一下，说怎么经营，像你自己让他经营那个社群的时候，给人家一点经验，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韩国练习生做什么，你就可以去出道了。我是帮你好不好？那你就换一个赞，然后他教你跳一支舞，这样可以吗？可以。哥有没有对你很好？有。好，那节目交给你们两个，我先休息一下，好吧？但我看不下去，我会出来帮你主持公道。好。认真一点。那你可以帮我按赞吗？好，所以我现在要用那个三立娱乐新闻的粉专帮你按赞。好有荣幸。在这边按了赞，用粉丝专业的身份来帮你按赞。这边，那你要记得也要帮我们按赞哦。好，那对。所以你现在你要教我跳舞了，我觉得你们两个跳不下去，你们两个对话，但我觉得就是现在怎样，网络坏掉吗？不走。对啊，网络坏掉，然后都没有讯号，然后你们，
你不是平常很能言善道吗？你刚才里面不是也讲一副头头是道的样子？为什么两个出来？你现在是在相亲，然后你们看上眼了，然后突然间就默默无语这样子，就是心灵相通。没有，你要跟他说哇，天哪，我得到一个赞，我好开心。你好歹要演一下，这样浮夸一点，这样可以吗？那这段重新来哦，好吧？那你就按赞以后，你要说哇，我得到一个赞了，会不会啦？这样可以吗？哎，人家是女神哎、欸，甜心，然后来完你这里之后，她就变亲民女神，帮她一下。好吧，哎，不好意思，我真的很爱多嘴哈。好，那我们刚刚就按完赞喽。好，哇，多一个赞了，多一个赞，没有十个赞，一百个赞，对。刚用傻眼的眼神看着我。我跟你讲，你是不是比较厉害？对，我就跟你说嘛，他平常能言善道，犀利的嘞。伶牙俐齿，现在真的吗？素颜不会讲话是吗？不熟，不熟，熟了就知道。哎、欸，他送你一个礼物哎，那你觉得你帮他按了一个赞，你现在心情，你评价一下，你常在看到那么多的那个新朋友啊，你对新雅有什么建议？建议就是加油。真的觉得好像，你现在在演什么那个？励志。对啊，我们在选秀就对了，加油，加油好吗？加油，对对对。那等一下。他要教你跳舞，你要上来吗？好，好啊，好，为什么很勉强？不勉强，他是表示一种专业的矜持而已，所以他待会会上来陪你跳舞。那我们先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好，欸、我刚刚跟他讲说，就是嘉大哥出了一个任务啦，说要让他成为自由女神，自拍女神，是自拍女神。他说叫他自拍，我们这里有邱大哥，对不对？对，会长。所以你觉得自拍是很逊？一定要给别人拍才可以，自拍就落掉了。好，说来这里啦，人家邱大哥就专门拍那个各大那个强大的艺人、大明星啊、天后啊、女神啊那种。所以我也有这个荣幸。不知道你要拜托他，就是今天你都要拜托我们新人来，都是要有一些想法。然后现在我们还要先拜托他说，问他一下说，不好意思，我们要怎么走？要从这里走。这样这样，那我去，那你先这样子走，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怎么配合你。哎，一起来，一起来，不可以让哥一个人在镜头。我们，你问他说我们要怎么走？那我们应该要怎么走？他叫我们好，从这边走。哦、好，然后我们是沿着线走的意思吗？哦，对，他点头。我们要这样走、欸。他点头了。所以呢，啊，我们从这里穿过去吗？哎，不是，我们要怎样？再往前走是啊、哦，我们要往前走。好，啊，你礼物嘞？天哪、啊，都在维纳斯那里耶。拍子，维纳斯有点不开心，他以为他收到两张，等一下补十张给他。哦、好，走好，可以。啊，你觉得我们这里好玩吗？好玩，有一点点好玩的，对不对？对。那你我现在好像没有那么紧张。那你以前去那个当练习生的时候，他们办公室你有看过吗？我都没有。是哦，那你都要干嘛？就上课。上课啊，上课，那上课会很无聊吗？你会倒着走吗？啊，你要小心不要撞到头。可以可以。这样子倒着走也是一个艺人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转弯。我跟你说，那你这样整排看过去，你觉得谁是自拍达人？我给你个任务好了，如果他今天愿意跟你一起自拍的话，你就成功了。好、啊、好。那你要先拜托他跟你自拍，然后他再出来帮你拍。好。他是邱大哥，你看这里面哪个长得像大哥？那我们要怎么走？我们要从他旁边走啊！哦，他从旁边走。邱大哥哦，位置有点远。那我们要这样走过来，小心翼翼。这个是小帅哥，哎、欸、嗨，帅哥。嗨。哎、欸欸，还可以吗？嗨。相亲哦，嗨嘞，好好。相亲。嗯，好。哇、哦，哇，你看这么厉害。他拍的，哎、欸，邱大哥，哎、欸，邱大哥好，我是新雅。哎、啊欸，你跟看到维纳斯不一样，你跟他握手，维纳斯没有。比较喜欢邱大哥。不小心，维纳斯，维纳斯会不会生气？我等一下给你拍好好美美的照片。你都还没有拜托他，他好随便哦、喔，他是你过来，他是说好哎、欸，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是他有一个任务要先跟你执行，你手机嘞？他想要跟你自拍。可以吗？可以，这是我的荣幸。邱大哥说可以耶。啊，
你平常有常跟人家自拍吗？很少。那你今天这张自我第一次。大家有听到秋大哥说什么吗？秋大哥是，我跟你讲，秋大哥的厉害是什么，你知道吗？秋大哥是会长，你如果去那个任何发表会的地方，听到哎会长会长，就在叫他，这样你知道吗？知道。所以你现在是跟会长合照的意思，而且是自拍，而且拍在他的手机。那你今天这张会上传到你的图集吗？定了会的。那我可以顺便入境吗？我觉得你没有很开心哎、欸啊，自拍是他要拿，你现在是在开心什么？你是对啊，你现在有点那个啊。啊，来来来，秋大哥来了，秋大哥找你。哎，好开心哦！哎，你现在没有自拍啦？啊、哦，应该是手挡住了。好。哎，等一下你们两个先自己来一下。好好好。很开心哎。这样子吗？好。哦，好，那我要先躲一下。哇，秋大哥笑得很开心哦。哦，哎，多拍两张嘛。啊，秋大哥给他一个 pose 啊，你不是很会拍吗？啊，不会了，对不对？嗯，好。每次我在拍照的时候，哎，再来一个 pose， 再来一个 pose， 就在旁边又拍。好，哎、欸，那你是讲实在的，我手机，我很少用手机跟女孩子拍自拍，我不都是用相机。天哪，那我赶紧拍一下。那我自己自拍。好，你拍一张送他，拍一张送他，好好好，可爱一点哦。他、啊、这个光对吗？对对对。哦，对哦，不管怎样都对。好好好好。哎、欸，你赚到了啦！你在我这个一定放在我的 FB， 哦真的哦，哈哈！哎、欸，怎么容易被收买？你真的也是很容易。那我下次可以找我，我跟你自拍，你会放 FB？ 我狂拍，一定在拍我，我才不相信你呢。好啊，你要送秋大哥一个礼物啊！快点快点！一定要，这个是我那个个人手机。天哪，你摸到会长的手机耶！而且你用会长的手机自拍耶，那我也要自拍一张。我自拍他会把我，谢谢，你会把我删掉吧？不会，我才不要被你删掉嘞！对啊，哎、欸，那你。可以吗？ Okay 啊、现在直接上去拍。好，哎，欣雅，那我们先回到那个标准的那个作业的位置等秋大哥来。要一起带，叫秋大哥跟我们一起走。好，来走走走。秋大哥，天哪，你现在来这里什么都赚到了啦！哦、秋大哥帮你拍照哎、啊，新人。哇、欸，会长对我好好哦。刚刚秋大哥说，这个可以说，如果那里有摄影不想帮他拍的话，就说他是秋大哥的，是会长的陪。啊，那要拿麦克风吗？哦，你决定了，我先陪你，我先陪你，先拿一下。坐着吗？哎，坐着好。好，坐着好。哎呀，好，可爱一点，可爱一点哦。哇，秋大哥来上班了耶，听起来，哎，秋大哥上节目。多一点小事、哦、可爱一点啊！麦克放着，啊，怎么那么好啊？哎、欸，你现在快门都没有要，好，啊，怎么这么棒？迈向女神之路，啊，你看，秋大哥帮他做一个图集是吗？没错，大概要拍几张？就是他摆多少，拍我就拍多少张、哦。人怎么那么好？哦，那你要拍，赶快给秋大哥一个，快点。拍一张大好狗的哦，好好好、哦、好好好，那你要不要跟他合照一张哦，好啊，我大概只会给你拍一张而已，因为他说就是他通常我哦，你要右边是不是？我只会比这个，那你叫我好了，哎、欸，你们，哎，那好弱、哦，你不是在韩国有练习什么 pose 吗？哈？真的耶，你看、哦、我在数钱哦，大爱心哦，这样哦，好、哦、好，这样不好意思啊，对啊，喝一个小的，喝一个小的，小的比较可爱啦，大的还要露一下如何耶，好赚到了！啊，你要谢谢秋大哥啊！快点，快点，快点！谢谢！马上给我上传！真的，真的，马上上传哦！马上上传！啊、哦，谢谢秋大哥哎！谢谢秋大哥！哇塞，会长啊！下次出去就说我认识了一个会长朋友，然后你就是在任何活动的地方都有一个朋友，下次看到会长要记得叫他哦。好，一定！你是第一个，你是第一个让他走进那个我们节目现场的，真的，真的。而且秋大哥就是很照顾新人，好吧？你今天新人来，然后我们三立新网这个地方，希望就是我们有自己
土，不是土产，国产，我们有自己养成的新的那个小天后，好吧？好了，这距离这个还有一段那个自己要努力的过程，对不对？好吧，那我们先谢谢秋华哥喽，来来，请坐，请坐。终于来到了安安大明星那个节目的现场了，怎样？还可以吗？你在人家办公室里面说话还习惯吗？你上了几个节目了？五。也很多了哇！那你那个宣传啊，经纪人对你很好哎，就常常在帮你做很多。跟人家聊天会特别害怕遇到什么事吗？认真说，放轻松，没关系。就是问我最害怕遇到什么事？我、天哪，就是我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什么问？你现在吐槽我？天哪，是谁说你是新人的？是谁说的？是骗人的吧你？怎样？对你最怕什么事啊？对啊，最怕什么事？最怕什么事？对啊。我最怕被攻击。攻击？不用怕啦，做这一行就是没有别的多，就是攻击最多。你以为要说到赞美哦？那是维纳斯刚给按赞，他按赞下面留言，可不说哎呦，拜托他叫我来帮按赞，你懂那种心情吗？开玩笑的啦，对，不用怕，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就当做他来给我们意见嘛，是不是？有这么脆弱吗？讲两句就哭哭，那就明天就不要上班了，这样很辛苦哎。我们今天帮你准备一段影片呢，就一起来回到你那个出道的那一天。我们有去现场看，对，然后什么？三立娱乐新闻也有到现场采访。我们今天帮你做了一段小小的剪辑。5月1号嘛，对不对？当天是5月1号吗？4月30哦，4月30就是你在台湾算是发片正式出道的那一天。然后你还请他好棒，还请他那么超级强大的主持人娇娇哥帮你主持现场。我们今天把那个影片再让你回味一下，好吧？想想那一天，你那天造型跟今天差很多哎、欸，很多。对啊，你今天长发，然后那天，那天是绑哦，好啊。我们先来看影片，然后待会再来跟欣雅聊天，好。在这演艺圈，你的目标，你的偶像是谁？我的偶像是五月天。哦，那跟我们带来的礼物好像不太吻合。啊，女的，女的，我暗示你，你不要看台下，你问你自己。对，女的，女的。啊，杨丞琳。哦，你看错。来，先上礼物，来来来，就是大咖才会有什么祝贺 VCR 大明星祝贺，因为你是新人，还没有什么朋友在演艺圈。但是我跟你讲，你的团队很用心。来，帮你弄了一个礼物给你。欣雅，相信自己，你一定是最棒的，加油！谢谢的。啊，他不是暗示你了，哎、欸。五月天呢、啊？你看得出来是谁的签名吗？你本来不太相信，是不是？你一定认得嘛，因为你是粉丝，一定有去参加什么签名会啊？看懂是哪个字了吧？陈琳姐，不相信啊？啊，我把投影在大荧幕上哈、啊。欣雅相信自己，一定是最棒的，加油！不得不说，陈琳，你写字一定要这么写吗？啊，我来阿你看呢，加油哈、啊！期待你将来更受欢迎、更成功。我们就把陈琳姐姐本人找来，但今天她实在不客气来，我们只好找一个替代品。还有惊喜。什么？你刚刚说你另外的偶像是谁？对啊，五月天吗？办不到。那这个人，我认为这个人比五月天还重要。啊，我们欢迎神秘嘉宾给欣雅加油打气，来吧，出来吧，该出来就是要出来的。这是欣雅最重要的一个人，跟他相依为命的妈妈。知道一定要哭了，来，我先帮妈妈拿饭哈。哎呀，哎，
这个是有故事的啦，所以才会这么感动，待会再跟大家讲一下。先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天，叙叙旧。那我先去把这碗饭吃了。好啦，妈妈今天先带来女儿最爱的鸡肉饭哈，给女儿加油，然后要身体健康哦，不要太过度减肥哦。来看着镜头，看着镜头哦，吃归吃，但还是要拍照。好，妈妈就是您喂在她嘴边的意思，不是放在您胸前，感觉你感觉被挂过来这样。心里很多情绪，就是要怎么讲，其实最多其实就是感谢，对，因为首先其实要就是谢谢经纪人嘛，对，然后有他，然后才有现在的我，对，然后也谢谢妈妈这样子。我经纪人他不太准我谈恋爱，对，因为他觉得，有粉丝就够了。对，那很困扰吗？很困扰吗？其实偷偷谈，我也不会跟他讲。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喜欢什么样的类型？会跳舞，然后高高的，然后双眼皮，我觉得双眼皮是重点。如果举一个例在演艺圈的话。五月天，谁？所有都可以，都可以，对 ，OK， 一次五个， okay. 对。这是一个不是很多人会去的现场，但是它是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的一天，对不对？对，就是永远不会忘记。真的，妈妈上台也是让你就女儿嘛，就好像长大了，然后终于。出道发片也是你一直以来一个小小的心，不是要小小心愿，应该就是一个梦，一个目标，然后要一直超越，一直超越它嘛。对，这次是发的是一首单曲，对，叫《点点心》。点点心，它是一首轻快的歌，甜美的。写的是什么？你的爱情小秘密，还是写一些什么样生活上的小心情？就想要大家听了，然后会觉得。好像在吃甜点一样哦，是这样吗？对，你有看到那里有甜点吗？有，真的哦。对，刚好有两个，我可以先吃。不是要给你吃，你刚刚不是有去那个拜会两个人吗？待会就把它当礼物送给他们。然后你知道旁边那是什么吗？奶油。你知道为什么吗？制作人哥哥啊，他真的很用心。他就在你那个，因为你的那个官方版的 MV 还没出来，对不对？但是你已经有 po 了一些那个拍摄的花絮。对。我今天欣雅也有带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些花絮影片，然后他有看到你在做点缀甜点，所以他今天希望你可以。刚刚你是见了谁？你还记得两个人是谁吗？维纳斯。哦，你现在还记得？那另外一个是邱大哥。对，你看，新人就是要这样子，然后要很有礼貌，记住你见过的任何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待会就把那两个那个礼物啊，小蛋糕、小甜点，我们等一下再拿去送给那个维纳斯，跟送给邱大哥。好。但今天来到这边嘛，既然是带了那个你自己的新作品、新歌来。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里看你来一段小小的表演。好啊。你会紧张吗？不会。真的。好，那因为呢担心你太紧张，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要看到你是展现舞蹈的部分。可以吗？可以。你在当韩国练习生那段时间有做什么样比较高难度的一些舞步的练习吗？还是说他们做一些什么样在舞蹈训练上对你的肢体的开发可以跟我们说的吗？因为我高中是读妆镜，然后的表演艺术科，所以本来就是在就是学跳舞。哦，是，所以你本来就一直都在学新的舞步，然后到那个地方去呢，每天练习的时间很长吗？在韩国那段时间，几乎半年嘛，差不多。对，然后几乎每天的整天都就每天的整天哦，早上到晚上就其实没有什么个人的时间，就休闲娱乐其实没有。然后一早起来就进去练。练舞的地方吗？还是也有练唱？还是是怎样的生活？其实大家会很好奇。那里是我过去是就是专注跳舞这块啊。对，他们就在跳舞这件事情上不断的去给你做一些新的舞步的，就是加强跟那个。然后歌唱是回来台湾才跟歌唱老师学。懂，但也很幸福啊，在那个地方得到一些不一样的学习的，很能吃苦吧？都一直大家讲说，当练习生啊，或是做一些训练，其实都，蛮
挑战自己体能极限了，对不对？是，其实是辛苦是一定会辛苦，但是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觉得就开心。对，就每天那种辛苦都觉得是很有收获的。对啊，而且现在就是有出张单曲，就觉得有自己作品很踏实。真的点点心哎，我们今天就是来放一段歌好了吧，看看现场，让我们感受一下你那个跳舞的小女生的甜美。好啊，然后感受一下你这首歌带给我们的那种比较甜蜜的氛围。好，希望你可以给我们的上班的大家好好的加油打气一下，好不 好, 好, 好跳舞就可以了，然后你想唱就唱，应该是那个手上没有麦克风或干嘛，对你来说表演起来更轻松吧。可以可以，那就心仰就位咯。来吧，在安安大明星的那个表演初登场，希望今天你有非常让人惊艳的舞蹈演出。欢迎欣雅带来的点点心。我想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This is my love story. 1, 2, 3, go. Oh baby, 想融化在你指尖，暧昧的味道蔓延，就在这个瞬间，请别用微笑触碰我，虽然这浪漫有点甜。轻轻的你捏着我的侧脸，发笑的眼神点缀是你羞的氛围，太危险，暗恋你装点每一天，你送我的甜点，一点甜甜，他们一样一边的笑脸，该怎么对你说明，其实我也想要我解，我想了解每个你的小细节，把我的心情念成送你的信件，谢谢，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哎呀哎呀，来来来，一点一点，真的，刚刚纳斯本来说要上来跟你跳，对对，他在楼上偷偷看，这个拍子怕他跟不上，他回去好好学，下次有机会的话，你们两个自己再去开舞蹈教室，自己去开一段节目自己跳。我担心他刚刚上来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点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威严挫败，所以我觉得他等一下还是吃你的甜点好了。好，哎，刚刚的歌不简单哎，就才短短几个，其实学起来很简单。你要啊、不要来这一套，要学是不是？我可以向纳斯来学。我说纳斯啊，你从二楼下来的吧？纳斯，纳斯没有要理我们的意思吗？没有，有纳斯怎么可能不理我们？纳斯来了，快点，纳斯来，纳斯，快点啦！他教你几个简单的手势，快点。我们可以放慢的，不用放慢。纳斯，哦、好、啊，纳斯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手脚利落。哎，你坐过来一点，快点给纳斯做一点。纳斯他只要学手部动作而已啦。好，那我帮你们拿麦克风。好，好好好好。哎，纳斯自己拿，纳斯你要一边访问他，然后一边那个，纳斯是专业的记者，好不好？就你先告诉他怎么做。好，就是。一点，啊！我来，那你看那是怎么讲？来，我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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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对，彤彤。好。一点，然后把它撕掉。好。你不要做，来，我们那是来，那是从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你先收过来，好不好？现在刚好五点多了，啊，好，对对，我不知道那是记到多少。啊，那验收一下，验收一下。那是平常很会验收别人呢，就从、哦、对，你就从十二点开始，对对对，可以嚣张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远一点，好，那是一点，一点，是吗？是哎呦，是不是但没关系，哦是啊，哎、哦欸，你很会耶，你想不到他给你一个赞助，你这整个人就完全是这样，哎、欸，那所以就是副歌那边就是一点一点，哎、欸，一点，不好意思哈、哦，那个宣传大姐啊，听到一点一点大概在几秒的时候啊。唱到那里的时候，纳斯就准备来。纳斯这个歌
旋律怎么样，让你在经营社群会好处理这首歌吗？很轻松的歌，真的哈、哦。来来来，唱歌唱歌。哎，还没，好紧张哦。啊，欣雅今天第一次要跟人家合跳舞哎。对。没有，我们只跳手舞哎。好，是那是那是。哎，等一下镜头只带他们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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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点、两点、三点跳到十二点了，好来。好可爱、哦、所以你们还在一次吗？刚刚这样要吧，可以吗？没有没有，我可以。没有，那是刚刚只学一个八拍，然后你刚刚跳四个八拍哎。对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那个导播帮我们开到音乐那个前面那一点点，大概从那个地方来。再一次啊。好，然后你要再跟教多一点吗？对，你再教那是几个那个第二个一点的时候的三点的时候在做什么？然后甜蜜着。嗯，对，然后呢？一点，然后、欸、打不到啊，还不到，打不起，稍等一下。压抑我的心跳。好。对。哇，那是第一次学这么多哎，这已经到第啊第三个八拍是。一点，怎么宣告？啊，怎么宣告？好，那第四个八拍，也就四个八拍嘛，对对，下一个，好，第四个八拍。就摸屁股。好，准备来了，好，老婆帮我们敲到刚刚那个音乐了，然后往前拉一点点，让那个纳斯现在还好吗？纳斯，还好，纳斯觉得跟得上吗 ？OK， 需要吃一点徐丽玲或者什么学的循环比较好吗？好，来喽，好，开心吗，欣雅？开心，纳斯陪你跳舞，好不好？好朋友给他一点鼓励，快点，他今天交了两个朋友，会长刚刚跟他说下次只要到任何记者会现场就说他是会长的朋友，然后他以后在那个你那是你要帮他什么，帮你多宣传，在娱乐新闻的粉专上，真的，那欣雅，那我跟你说，你先去做一个那个小的那个柠檬塔给纳斯，那你带他去看他要哪一个，然后你问他奶油要挤在哪边，好，然后看他奶油要吃多少，好，走，我们去，好。哎，还有什么？可可粉哦，哦，纳斯你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你看平常纳斯都准备出来，然后跟人家一起做菜，不然你们两个就一人做一个好了啦。好啊，好不好？好，那纳斯纳斯你也来好了。你撒可可粉，然后他挤奶油，记得一个要是要给会长的，一个是要给你的，好不好？好，那我要做的给会长，对，我做的给会长。然后呢？你做的呢？我做我自己吃。我以为他会做给我吃。可以，可是他今天没有要吃哦。好，你们一起吃。好，你们一起吃。好，快点，你们开始做甜点。交朋友啊，没关系啊，没关系。你做的是要给会长吃，会长说没关系。会长说为什么这个奶油为什么这么水呢？好啊，赶快用粉吧！你铺太多可可粉了吧？那是你发生什么事？你那像火山岩呐、啊！好，哇，好啊，快点借他一点那个。你怎样？你很喜欢乱挤奶油哦？没有啊，你看。怎样？好可爱哦！好啊，自己说自己可爱也是很有事哎。现在是怎样在画什么小猪哦？猫啊！哦，好，快点拿茶可可粉，那已经弄那个了。可可粉哦。对啊。然后你看一下，你要跟纳斯一起吃的那个，你还满意吗？那从柠檬塔变成好像有蓝莓，我有点后悔。不要后悔，你今天交新朋友，你今天是来交朋友的，交朋友这么可爱，是不是？你这样你觉得会长吃这么多可可粉好吗？可以。你说可以？他喜欢甜的。你又知道了？知道，没有问都。你用太多了吧？没有问都知道。天哪，你在种花哦？你旁边是把它当成？你把它当成土？对啊，你把它当成土，这是盆栽哦。啊。快点，那你要纳斯，你要带他去把他送给会长，会长在前面而已。好，走，你们两个去。天哪，你们两个变那个嘞，两人小组，可爱小组合。哇，
哎呦天哪，会长认什么的？会长帮他跟纳斯合照一下，快点。对啊，那会长不是想拍纳斯，会长有点不是很乐意的概念。啊、哦，好好好，啊、来来，一那个送给会长，谢谢会长今天的照顾，好不好？谢谢会长真的对你很好哎，他现在帮你拍好多照片哦。对啊，好开心哦。认真跟他说一段谢谢，快点。没有那么拍那么多照片。破纪录，会长说破纪录了。好有荣幸哦。多多一点，不好意思。真的。不会不会。你那么认真的表演。哇塞，好啦，新人就需要得到人家的鼓励，跟会长握个手。好，谢谢会长今天帮你。谢谢会长。好啊，好好好，哦、好啊，来谢谢秋浪哥，谢谢，来谢谢纳斯，纳斯真的、那個，谢谢纳斯，哎、欸，就这样走、啊，我的好朋友，对对对啊，你们两个一起吃那个啊，开玩笑的啦，对啊，让纳斯，哎、欸，纳斯你这个是什么想法、啊？你怎么了？你这个是他才真的把他当对啊，你心情不好，没有，想说要铺满，铺满，纳斯的心情就做什么都是铺满。所以你们要好好的铺满，叫纳斯啊，把你的新闻铺满他的社群，好好 好，可以， okay?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啊、那你要谢谢纳斯，就拿起来送给纳斯。好，那喂他吃，这是可以吃的。可以啊，但是没有叉子，你觉得像汤匙好看吗？真是的。好，送给纳斯啊，今天你的第二个好朋友纳斯，哎呦，跟他握个手啊，快点。好，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新的好朋友，谢谢文纳斯。好，来，我们回去上班了，来。好 ，Go。好 ，OK， 好了。好，今天这样开心吗？开心，真的齁。对，好啦，新人出道，然后总有一些历程，然后希望接下来的所有日子里面呢，能够遇到很多愿意这个给你机会的人，对不对？然后当初去这次出唱片，好好现在把自己这个单曲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快结束了。对，好的。然后我个人首张单曲叫做《点点心》，点点心。然后有任何的活动或是资讯都会PO 在粉丝专页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然后你只要搜寻新雅就可以了，是康乃馨的馨，然后亚洲的雅，康乃馨的馨，亚洲的雅，然后新雅呢，希望大家赶快帮他这个粉丝专页往上冲，对不对？新人刚出道，然后粉丝专页才建立才几天，所以呢，现在需要更多人的支持。相信今天看到安大明星，或是看到任何在所有的那个网络平台上可以找到新雅讯息的人，应该都会觉得，这个小女生真的很可爱。希望这首歌也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学习，而且那个舞步啊，看起来这么可爱跟简单，对不对？开心吗？开心。我再叫导播给你一个八拍，再随便再做一段，我们作为节目的结束，这样可以吗？你愿意吗？可以。就这样坐着跳，因为光手势就很厉害了。好啊，好好。学这歌困难吗？你觉得？不会，不会。你自己唱这歌喜欢吗？喜欢，真的哈、哦。唱片公司帮你找这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搭上你这个可爱的样子，如果变成全民运动，也是真的蛮开心的。对，说不定哪天你可以去那个学校哎，陪小朋友一起跳舞。你有这个想法吗？我想要就是因为学弟妹看到我，他们都会跟我一点一点，然后打招呼，我就觉得超可爱的。真的对，然后希望就是不认识的人，然后看到就是也会知道哦，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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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那等一下我们就从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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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放下麦克风，我们等那个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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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完之后，你再拿起麦克风来跟大家道别。然后今天安大明星就这样子在点点心开心的氛围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好，你要自己算好那个时间哦，你这是一个专业的事情，好，快要到了，对不对？但快乐之前要讲话。好，谢谢安安大明星。然后谢谢秋来了。一点一点，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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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溢我的心。谢谢今天来哦，谢谢新雅，谢谢今天安大明星充满了青春活力，好不好？下次见喽，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